没事，我自己擦吧。啊，我的包，你的腿上怎么那么大一块疤呀？小时候不小心烫伤的。这个怎么解开啊？我看看。不好意思啊。 证据证明你的猜测没错，现在的文豪是他妹妹冒充的。哎，庄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，来看一下这份解约合同吧，觉得没问题就可以签字了。 欺诈入职，温西小姐，妮妮姐姐的虚假身份入职之意，所以你现在与之意的关系已经什么效？同时，我们会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我妹妹现在在国外工作，我就是温豪。温豪的右腿外侧有一道伤疤，你要不要撩起来给大家看看？ 你不会要给大家看你劈好的伤疤幅吧？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我早就做去疤手术了。希望公司不要以这样的证人、证言来怀疑员工的身份。即便是科技现在再发达，指纹应该换不了。 我这段时间休假不在公司，真的能拿到有效指纹吗？哼，所以是在你家里采集的。那我能说你们非法闯入民宅吗？刚好采集你指纹的人来了，不如你问问他是非法的吗？ 总监当然没有非法采集指纹。执意打算告我欺诈入职，除非我换个城市生活，永远不再回来。 帮你安排度假，好好散散心。度假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以为你在量我的指纹。我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吧？ 他们是有什么把柄，威胁你吗？今天很晚了，先休息吧。为什么不正面回答？为什么要骗我说会站在我这边？
我很爱你啊。我本来可以直接拒绝他，但是我却选择陪你演。既然我已经不能留在这里，那我们之前约定的也不算数，的关系结束了。我有办法让他不能再咬着金逸不放。你忘了他不是真正的问号吗？什么时候开始考？下周我会把他的指纹报告交给你，但必须保密，我参与了这件事。他在你身边，我才能安全，你才有希望见到。韦小姐，你需要在十分钟内离开公司。我有十分钟，这种破地方我一分钟都不会多待。我正式离职了，各位，江湖不再见。双胞胎换身份，车祸。你的经历也真是集齐了狗血故事的俗烂元素了。嗯，你呢？你为什么也被开除了？我怀疑他们在洗钱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但至少我不要再和这群龌龊的人待在同一条贼船上了。你怎么发现他们在洗钱呢？昨天我去司陪张总谈一幅画的交易，他们成交的价格绝对有猫腻。司是小林总名下的一间会所，只做他的私人接待。姐姐的拍照地点就是司。我想进司，你能帮我吗？今天晚上我来安排你进司。嗯。我帮你，你别碰我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不介意单恋你。你真恶心。找个地方散心，短时间之内别回来了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啊，但是遇到麻烦还是欢迎你随时回来找我。求情夫人。说是我女伴，九点在大门口一起离开。谢谢乐总这次帮忙。真想谢的话，就帮我劝一下乔飞赶紧松口来我公司上班。嗯。
不知道和你说多少遍，向上就是按上，好不好？电梯现在不是在三楼吗？你不得按下让他下来？哎呀，你开心就行。你看他这不下来了吗？四楼应该就是存放重要资料的地方。经理让咱们到保安亭把他的快递拿下，你去吧。哦，好。你要去几楼？三楼。好的。四楼必须刷卡才能去，那我刚才的猜测应该没错。两个人同时摸鱼，那个保安果然是四楼执勤的，太好了，再找一个人。现在两台电梯都被我摁到了一楼，两个保安应该也接到取外卖的电话了。哎，您稍等一下啊。正常来说，去一楼都会按下，但按照那个保安的脑回路，他肯定是按上去。这才刚拿完快递上来，又要我下去。这样两台电梯都会去往四楼。我只要控制好时间，在二楼和三楼让电梯停留一会儿。另一台电梯就会先到达四楼，只要保安乘坐的那台电梯下楼，我应该就能避开他们，顺利进入四楼。糟了，不能让保安进来。好羞辱。这幅画，那姐姐会不会在这里留下了什么线索？难道真的没有？那个人的感觉。你这样很容易被发现，跟我走。
这里找找看。还有五分钟到九点，到时候就能跟乐总的车一起离开。他的车他们不敢拦。是他吗？不太确定，好像不是穿西装的。上个厕所衣服就不见了。啊？哎，他身上的衣服好像你的。喂，你脱我衣服做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咱们走吧，我有点赶时间。让我看看你的伤。资料没拿着，还受了一身伤。下次熟人我必须带上我。你掉这不行，你先歇着，我去找。青的儿子于哲，那天他也是在找当年万青文化查理案的资料。脸色这么差，你是被人揍了吗？报应来得这么快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你不配。
许哲清，我们在相拥的那些夜晚里从没做过相同的梦。在我以为我们会相伴着迁徙到极昼半球的时刻，你许下的愿望究竟是这个白昼再长一些，还是下一个长夜？